别蒙了，啊，这个答案。打鸡蛋。鸡蛋呢？啊，别给我打碎了啊！你是认真的？这咋的？我先吃了吧，不能浪费，拔不出来啊。哎，蒙的吧，猜对了。叮叮叮，嗯，位置不对了，我没动。这怎么进的？这招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有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求亲了。还是那个蛋。等一下。啊。你把黑八挡住，这下你总不能蒙球了吧？